咖啡说一所大学给你把路路给你信息给你打死不对呢。贵在的我们咖啡马来西亚是巴布拉吉瓦干尼亚。哪个国家在里向是格达姆格吉波丁斯。哪个里面国家一般国家所应的。贵你妈是离发的西格德姆国家这个这个给他尊贵呢。阿们你跟你说一所大学给你信息给你多干那年过来谢饼看。多来给拉瓦瓦拉给。巴黎布鲁该给他吃个吃个啦，妮妮，是该给他修巴丹该给他干尼安，拉古拉里里吉兰该给他干尼安呢，拉吉奎尼三毛该给，大家古阿信是奎尼，奎尼里吉兰尼呢，拉布鲁吉班奎，该给107年萨图鲁布的本吉在嘞，拉伊鲁该给班鲁西莫卡嘞，马来西亚，拉吉巴尔该给西卡丹，拉吉塔拉嘎干尼古马卡罗尔曼，拉奎尼拉桑瓦瓦尼西，马拉古拉泰里马拉古拉一番。给了班主任嘞，那个嘛，阿罗克他给不杀不过呢。第一次比赛就可以得到金牌，我觉得很开心，能得到这个奖，我就觉得很鼓励我们自己，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把我们原住民传统的材料带到国际，让大家看见。这次比赛算是一个很大的机会，然后也可以借着这个再继续往下延伸，我们之后可能又可以再去以同样的方式出国比赛，然后让。只是其他国家的人也知道台湾原住民的特色以及丰富。其实他们如果我们古代移民的国家阿根廷，来给古代巴蒂马呢，给卡扎里乡古代摩卡里维给丹纳马高，古尼古隆是给吉卡巴万，古尼泰里马呢古代吉拉乌古尼吉尼尔盖恩古西鲁是给古代塔罗斯鲁尼亚呢，来给古代吉尔吉干尼给古尼吉阿根廷古代卡扎里乡呢。Share kayak ini kita ini man kayak kita tu kian ngatu kayak kita lacing kayak kita kilau si lapa tinggalan kita kilau kayak kita silunian kini tari dalam kita jimingan kini lapa tinggalan kayak kita shaping kan kita dapat mulan kayak kita cari sian kita tato teman teman dah. 再配合我们的五个在地的食材，比如说地瓜、芋头啊、南瓜、木耳、红萝卜这些五个颜色的丝，那时候我把虾浆。搓成球下去蒸过，然后再下来呈现，它出来就像一颗宝石，有五个颜色，五彩缤纷，那有点像是我们琉璃珠的颜色。一个新世界的一所大学给你谢炳汉拉一个，八十不管个个班都过来给包人个个马克罗尔曼，今年八个过来卡巴吉多纳那个曼个个十万个个班诺，七八多来过来给他布勒兰个个他多了吃了吃完个今年是咖喱里吉里个个他考里瓦里班。是哪里该该去？卡查里乡该去崩干？是阿这个该去说该过来去救他？是列不巴多罗？